刚才我无意当中一摸啊，无意当中一摸，右侧的眉毛啊，摸到一根很粗的一根那个一根眉毛啊，摸到一根很粗的眉毛哦。原来啊，我们讲到那个上海封城的时候，上海封城的时候，天上外星人和天人他们下来啊，挂下了一根粗绳子啊。挂下来一个粗绳子，准备要扎到一个人的脖子上面去啊，扎到一个人的脖子上面去啊，下来一个，一头挂在上海那边，另外一头挂在京城那边啊，京城那边啊，想把那个挂到人家脖子上去啊，挂到人家脖子上去啊，后来呢，后来呢，又出现了那个。日本亡灵呢，他们已经攻到了那个京城那边，所以呢，那个，绳子就没挂过去了，后来没挂到那个脖子上，后来这么，几年过去了啊，这么几年过去了以后，突然发现，情况越来越糟糕，社会整体啊，整体越来越糟糕，越来越糟糕，哦，所以。这个绳子又要派用场了啊！按原计划要，扎个人的脖子去啊！今天要去，按以前的计划，还是把这根绳子扎到一个人的脖子上去啊！要扎到一个人的脖子上去，因为这几年过去了一个，情况越来越不好，越来越不好啊！老百姓越来越怨声载道啊，越来越。怨声载道，所以准备要挂到他的脖子上，是这么一个情况，好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好，再见，再见，